演员王琳的雪姨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，而现实生活中的王琳呢，也是性格泼辣的主啊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男性才会入得她的法眼呢？一起去看一下。自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的雪姨，到《倾世皇妃》里的韩昭仪，王琳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泼辣凌厉的妇人形象。这不禁使得记者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有些紧张，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王琳本人却十分平易近人。其实我平时也挺泼辣的，因为今天不是你采访我，小鲜肉颜值也挺高的，我就变温柔一点了嘛。这一见面就调侃记者，真的好吗？弄得我们记者好不害羞呢。真的吗？小鹿乱撞啊，怪不得那么多小鲜肉喜欢我。对于小鲜肉的喜爱程度，还是让王琳自己坦白喽。老头我就不去了，现在拥有的都是小鲜肉。年过四十却依旧貌美如花，咱们的雪姨到底有什么保养的秘籍呢？第一，保持好的心态，就是因为要跟年轻人多接触。晚上有空吃饭吗？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叔王琳都会拒绝的，比如这位，如像吴秀波这样的大叔的话，我就肯定去，我就不要小鲜肉了。行了，在线上还采访他，真的是心态决定一切啊。这么多年你看这个外形方面没什么变化，而且还招惹了很多小鲜肉喜欢啊。